2021年章别奖励计划第一辑铜章考核内容及具体方法。铜章只需考核四个项目。第一项，右半边台正手对攻球，考生有五球机会，其中一球要连续板数达15球或以上，同埋要动作协调就可以得到满分3分。请留意，示范考生在身体、手臂以及腿部整个动作的协调性。第二项，反手推挡或反手拨球。推挡或拨球一般是指直板可以用推挡或反面拨球，横板则用反手拨球。考生有5球机会，其中一球在连续推球或拨球达15球或以上，并且动作协调可得满分3分。第三项，正手发球。发球要符合规则，有球速，10球一组，有2次机会，其中一组命中7球或以上可得满分3分。注意示范考生在抛球之前的动作，要将球摆在掌心，手掌平放并向上抛球。第四项，反手猜球。考生有5球机会，其中1球连续对猜13球或以上可得满分3分。以上4项技术攞满分的话，可以得到12分之外，击球动作、击球质量及灵活性那里得满分的话，可以攞到9分，即是铜章技术试的满分是21分，合格分是14分。